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洗车佬又要跟大家介绍一些就是照顾汽车的一个方法啦。我们时常就是我们的车呢，就是会放在可能放在室内或者是室外，去做工也好，去哪里的好，就是长时间我会放在外面或者是在室内里面。打比方说，就是如果我们放在室外的话，其实阳光的那一个紫外线对我们的车漆的影响是非常的大的。然后除了阳光呢，就好比就是可能下雨啊，或者是鸟粪啊，还是什么之类的。如果是你家是住比较靠近工业区的地方的话，那一个空气效益没有这样好的话，那个下雨的话啊，那个雨水的酸性会特别高一些的。就算是我们家里平时的用水呢，就是都会有 chlorine， 大家都知道 chlorine 是拿来消毒用的。就算是 chlorine 的话，我们洗车过后，如果我们没有把它擦干的话，其实 chlorine 长期积在那边的话，它也会氧化，它也会对车的表面的那一个光气造成一些影响。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平时会讲，哎，会有水印啊、watermark啊，好像洗了10次就是一个印的。其实，就是要避免这些东西呢，最好的一个方式呢，就是用 car cover 了啦。今天呢，我们要介绍的这三款呢，就是 Evo Asia 的这一个 car cover 呢，就分别为 basic、standard 还有 premium。我就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三种的一个分别。基本上，如果你的车呢是放在室内的话，这样子你可以选择这一个 basic 的这一个 cover， 就是它在防水跟防 UV 方面呢是没有这么的强的，可是基本上你只是要防就是灰尘，或者是可能你的 car bar 里面有猫啊还是什么之类，你不想被挂花的话，这样子的话 basic 其实是非常的足够的。然后standard 呢跟 premium 呢，他们在就是 UV 还有防水的功效呢是各不一样的，大家可以参考这一个列表。OK，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，就是他们从 basic 的那个价钱呢，是从80多块开始，然后到 premium 呢也是300多块。大家可以去这个网站呢，就看一下，就选，就是你们那边是有一个图片图表的，你们可以根据你们车的那一个 size 来选择你们需要购买的那个尺寸。好，我们就再看一下这个最主要 basic、standard 还有 premium 呢，还有一个很大的分别就是。Standard 和 Premium 呢是有拉链的，就是讲我们现在从6月就 lockdown 到现在都很少出门，所以有时候你还是要 warm up 你的车一下的话，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就是把这个拉链拉开来的话，你就可以开你的 driver side， 你就可以上车就是去 warm up 你的车。大家只需要在这个期限之内呢来到这一个网站，就可以得到10%这一个折扣，还有 West Malaysia 的 C 码会有得到 free shipping 的这一个优惠，然后再加上这一个 promo code 呢，就会得到就是 Evo Asia 送出的一些小礼物。